七仙兄弟的七仙殿来，七仙兄弟的七仙殿来，传给民主的渐渐一兄弟的民间荣的渐渐有千千一句亚弟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跟大家三个来敬拜俄罗斯的主，请我们起立，我们来听一段诗篇。顶要往耶和华唱新歌，全队拢要往耶和华歌唱，要往耶和华歌唱，称颂伊的名，逐日传扬伊的救恩，要伫列国中述说伊的荣耀，伫万民中述说伊奇妙的作为。因为耶和华是伟大的，是该受极大的恶劳，就伊就受敬畏，给伊精神至上。请咱阿头来做一开始的祈祷。今天的主，我们要阿罗感谢称颂你，因为你先听我们，又让我们蒙福能做你的子女。主在圣餐主日又一次让我们安静下来，来想念主为着听我们，和要救我们脱离罪所受的痛苦。主感谢你。主虽然在世我们有苦难，并无惊吓，甲实质，因为主是阮所真正的依靠。主的恩典是够额阮用，阮会知影，主所赐落的喜乐甲平安，是无人有法能抢去的。同时，主也求你赦免阮的罪，并赐落能力，通让阮伫真道顶徛伫得条，也帮助，甲让阮学习。听多搁行多，正做你的器具，来予你来使用，活出见证来荣耀你。现在求你安静集中阮的心思，来领受今早起要予阮的信息。感谢主听阮的祈祷，祈祷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大家人阿头，咱要三甲祈祷。阮亲爱的主，今仔日阮三甲敬拜的时阵，阮阁想起阮所敬拜的主，也是听阮的主。阮所敬拜的主是逐日甲阮同行的主。阮所敬拜的主是无离弃家己羊群的主。阮做主的羔羊，有时阵行迷路。在旷野的所在，找无正路，找无方向，找无牧者。不是你帮助阮，是阮离开你。
总是你就是好牧者，交伫旷野来巡查，无停止，一直到找到阮，佮将阮抱倒去，通安息、平安、佮安全的所在。感谢主的听，现在你的百姓伫你面前求恩，求主你家己继续用恩典浇灌你家己的生命。阮生活伫这个真正困难的环境内面，总是主甲阮相合伫的。阮生活伫试炼的中间，总是主甲阮相合伫的。阮生活伫周围，人可能有唔好，有细菌，有病痛，会多人，总是主甲阮相合伫的。阮生活伫世间人看起来亲像缺乏、无交情的这个情况下面，总是主甲阮相合伫的。阮身躯病痛，啊是阮所疼的人身躯病痛，阮烦恼，阮毋知要怎啊，总是主甲阮相合伫的。阮面对考验的时阵，予阮精神袂好势，暗时困袂落去，总是主甲阮相合伫的。阮感谢主，无论怎啊，你甲阮相合伫的，就是因为你甲阮相合伫的，阮才会放心。就是因为你甲阮相合伫这只细只的船顶面，所以风雨海涌来，阮知影主甲阮相合伫的。求主帮助你的百姓，求主帮助阮伫丰富、伫缺乏，拢有法能瓦靠迄个甲阮相合伫的主。伫健康、伫病痛，互阮瓦靠迄个甲阮相合伫的主。伫压力、伫攻击下面，求主帮助阮瓦靠迄个甲阮相合伫的主。有了主，我阁要求什么呢？有了主，我逐项拢交易咯。现在你的百姓要相合思想你的话语，愿主你家己恩阮讲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自罪要做大。耶稣看出因心中的议论，就带一个细汉囡仔来，叫伊徛伫家己的边啊，对因讲：凡啊为我名接待这个细汉囡仔，就是接待我；凡啊接待我，就是接待迄个找我来的。恁中间第一小，伊便是第一大的。约翰讲：先生，阮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阮就禁止，因为伊无甲阮三甲军队哩。耶稣讲，毋通禁止，因为无敌挡恁的，就是帮助恁的。耶稣受旨上升的日子特别到，伊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便差使者伫伊的前头行。因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乡下，要为伊预备，遐的人毋接待伊。因为伊面往耶路撒冷去，伊个门徒雅各、约翰看见啊，就讲：主啊，你要阮吩咐火对天顶降落来烧灭因，像伊利亚所做的嘛？耶稣我当心责备两个门徒讲：恁的心怎样？恁并唔知，恁主来唔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讲着就去别个乡下去了。咱感谢主，今仔日。咱三甲敬拜，咱阁有时间三甲思考主的话语。敬拜哦，是咱献予主啦。崇拜会是安尼，崇拜会毋是一个自私的运动啊，毋是讲我通得到什么，乃是我要献予主什么。崇拜会是对咱的心流出来献予主，对咱的喙舌
唱出来献给主，对咱的心灵祈祷出来献给主，迄个是崇拜会的意义，唔是自私的，是奉献的。总是虽然崇拜会是着献，主听咱到这个地步，和咱伫崇拜的时刻内面啊，要通领受啊，要通享受，就是什么呢？当咱思考伊的话语的时，伊的话语唔咱讲话。咱今仔日继续看路加福音第九章，已经看到第四十六节了。咱今仔日要对四十六到五十六节来看主的话语要带予咱什么信息。经文内面头一段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节讲上啊最大。后来门徒起了意见，争论上啊是最大的。耶稣看出因的心意，就带了一个细汉囡仔来，叫伊徛伫家己边头，对因讲：凡因为我的名接待这个细汉囡仔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迄个找我来的。什么人是恁中间最小的？迄个人就是最大的。伫遮经文甲咱讲什么呢？门徒家己伫咧争论啊，什么人是最大的？什么人是最大的？你在那以希腊的语法来讲啊，这个什么人是最大的？这个动词啊，是一个期待式的动词啊。这款的用法啊，到伫新约时代真少咯，总是伫古希腊的文化内面啊，是常常有咧用的。遮讲的这个期待式是啥物意思呢？就是讲伫咱中间哦，应该是啥物人第一大的，应该是啥物人第二啊，应该是啥物人第三啊，咱亲像伫考试内面。咱考试哦，伫咧读册啊，读册了先生甲咱考试，看咱有学到无？啊，到这考试阶段结束啊，先生就会讲：这期内面啊，咱的头名生是啥物人？啊，第二名的是啥物人？啊，第三名的是啥物人？啊，咱就是咧听候报告讲，唔知会讲到我的名袂？哦，啊，有时阵讲到咱的名，讲哇，你第三名，咱也欢喜；有时阵无讲到咱的名。咱家己去猜呢，我是唔是第五啊？啊是第九啊？啊是第十五啊？啊是第二十九啊？门徒底下在咧争论，看什么人是头名声呢？圣经甲咱讲，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叫这十二个门徒甲伊同行，予伊特别的培训。这十二个门徒伫遮咧争论啊！咱拢是学生啊，先生只那一个是耶稣啊，啊伊呼召咱对，咱将咱的渔船放杀，咱将咱的职业放杀，咱大家对，啊到底谁啊是头名声啊？啊欠在这个啊约翰啊，唔敢讲家己头名，因为伊第一招迄个，欠在讲无，阮阿兄头名啊，阮阿兄雅各，你在耶稣爬去伫山呢边上，阮三个拢伫遐。啊！欠彩彼得个讲啊，我嘛伫遐，啊那伊头名啊！欠彩别个讲有影呐，啊恁三个都是彼得在晓回答耶稣的问题啊！耶稣讲人讲我是啥物人，咱大家晓讲讲，因个都是重复别人所讲的啊！啊总是到伊问讲啊，恁讲我是啥物人，所以大家袂晓应，彼得应讲，所以应该伊是头名的啊！啊无，这个真牛哦，这个。会读册啊，会写字啊，数学阁真厉害。人伊顶摆是咧修习，伊是政府官员呐、啊。我独来独去，欠在有诶讲家己，有诶讲别人啊。当然咱咧想哦，可能较侪会讲别人啦，唔敢讲家己，因为咱当远人哦，较唔爱推荐家己啊。所以大家伫咧争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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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争论这里滴啊，引起了争论啊，哦，这个。Dialogismos
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你怎么摆啦？你这先生怎么讲这个头名、这个字名不？因为这个九十五分啦，啊，这个第二的九十三分个，先生是以你的口气啊，你口气起来什么人分数第一关的？迄、那个道理哩得咯啊，怎么摆法啦、啊？是迄个意思啊。所以这耶稣看见因的道理啊，伊是怎么摆啊？是按照求财无？什么人较敖讲道？啊，是顶摆耶稣派咱出去，什么人伊较侪病人？啊，是讲什么人较会晓回答耶稣的问题？是根据什么啊 ？What's the basis for saying his greatest number one, his second greatest number two？耶稣知影，因怎啊算，怎啊想，怎啊来分啦，是这个意思。耶稣知影的时阵，你知哦，伊就甲因回答这个问题。两方面的回答，头一个是啥物呢？耶稣讲：凡啊，因我的名接待这个细汉囡仔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迄个找我来的。上啊是恁中间第小的，迄、那个。就是第一大的，哇！恁中间第一小的，迄个是第一大啦，哇！阮头妈咧算呢，上啊排第一，上啊排第二，排第三，落尾阮公司叫欠债是迄个少年的约翰，大项未晓排第十二啦，伊是第十二名啦，啊，真啊，十二的学生，十二名是白名，耶稣讲迄个第十二的第一大啦。您中间上啊第一岁，您觉得迄个第一岁，伊觉得伊家己第一岁，大家看起来讲伊第一岁迄个啦，迄、那个第一大啦。啊，迄、那个家讲家己头名的哦，迄、那个无的。迄、那个家讲人我真啊输你一个赢十平啊，我第二名啊，迄、那个也是无的。耶稣讲您中间什么人第一岁，就是迄个第十二名的，则是头名啦。耶稣说你们算的计不对啊！你看你算头名我没算头名，你算白名我算头名，你算的跟我贵的是肥多掉啊，你们抓不啊。耶稣头这样是这样回答。第二他怎么说呢？耶稣带一个孩子到他的头前，他摆在他的边啊。现在几个人了啊？十二个门徒，还有耶稣搁一个囡仔，耶稣讲什么啊？这一个细汉囡仔，什么人若接待这个细汉囡仔，就是接待我。你若接待我，就是接待迄个找我来的，都是圣父啦。你接受囡仔，就是接受圣经；接受圣经，就是接受圣父。所以你接受这个哦，圣经、圣父，你拢接受啊。哇，这个囡仔咁款伟大啊！耶稣讲是啊，就是咁伟大啊！恁咧排讲排啊到第十二名讲，恁在世将伊排第十三名诶呐。因为干哪只囡仔会晓什么啊？囡仔逐项计袂啊！囡仔有法能做什么啊？逐项拢袂做啊！伊在真侪年前，阮捌一摆去伫一个所在探访一寡囡仔，因徛伫一间大间厝内面。这间厝真正做水张的床，互因住。这间厝内面有真侪人咧照顾因。仔囡仔无老爸，无老母，这里是一个孤儿院啊。咱到伫孤儿院的时阵，咱就甲伊三甲吟诗，啊，带领仔细汉囡仔。我会记得伫迄个时阵，有一个细汉囡仔，伊就坐伫我的边头，啊，无偌久咱唱歌。啊！咱甲伊有互动的时阵，伊就将咱的手电啊揪咧，无要放呢。咱唔捌拄着安尼啊，一个咱唔捌的囡仔，头一摆三拄啊，哦，啊三甲唱歌，爱手甲你揪咧，转电啊揪咧唔放，唔互你倒去干哪子？因为伊看见有别个囡仔安尼啦，有人来，啊，迄个人甲迄个囡仔讲几句话，啊，无偌久哦，煞将迄个囡仔带倒去。做伊会惊，所以这个囡仔唔忙讲啊，欠债我嘛是会做做人会惊，欠债别人嘛是会用做我的爸母，所以呢，伊就管家求咧，较袂我会去甲别个囡仔好啊。囡仔是安尼啊，
伊那无老爸无老母咯，伊无法力啊，所以才有孤儿院啊。伊在大人哦，无咧去孤儿院啊。有个人哦，伊三十几岁咯，伊个爸母离开世间，伊袂讲我来去孤儿院，袂讲。囡仔是安尼啦，生活中是完全依赖别人，无可能家己个，所以若无爸母，真可怜。第二，一个囡仔哦，伊无经济独立嘛。咱无看伊讲一个细汉囡仔两岁咯，家己去买牛奶要啉啊，家己去买饼干要食啊，无啊，伊无经济力量，伊无可能趁钱啊。就是伫古代，咱讲即个囡仔逐项卖讲，总是一项下啊，咱来卖做奴才啊，做别人的奴才去做苦工啊。啊，下摆伊愈来愈大汉，手骨愈来愈大肌，脚骨愈来愈大肌，愈做的工作愈做啊。本来做轻食，后来做重食啊，所以人家买去做奴才啊，安尼咸是趁钱吗？无啊，伊无趁半仙啊。你将伊买出去哦，是你趁钱啊，伊都无趁啊。真实啊，伊无趁钱的本领啊，就是钱入来，毋是去伊的手里啊，是去伊的主人的手里啊，伊完全无半项。今仔日咱袂讲一个细汉囡仔啊，去政府所在去登记。啊，讲我要出国，你给我一张护照，给我一个 passport 啊，无啊，法律上无承认这个囡仔的独立身份啊。伊讲你是 minor， 你是 dependent 啊，你袂做家己办手续啊，叫你的四大人、恁老爸、恁老母来办手续才会做的啊，是安尼无？就是安尼啊，这个囡仔是完全依赖。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在这个香港在咧读册啊，在咧读册的时阵呢，啊，咱的学堂是较细间的，哦，啊，所以呢，在咧上课哦，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拢总在一班内面啊，所以头一座是一年的，第二座是二年的，第三座三年啊，先生教，加教淡薄，啊，叫你写字，加个教淡薄，佫叫你写字，加个教淡薄，所以咱班内面有大汉囡仔，也有细汉囡仔。啊，到落课的时阵呢，咱大家就咧等妈妈来接咱个，因为咱袂晓家己倒去，先生也无要互咱家己离开学校个。啊，等真久妈妈无来啊，我会记得伫班内有一个较大汉的囡仔，唔是阮仔细汉的个，啊，伊就开始甲咱拍惊，伊讲恁妈妈袂过来咯，恁妈妈袂过来咯，伊无要滴你咯，你看伊也袂来，啊，咱偷偷听一摆两摆袂惊。到落尾，伊讲啊，真侪摆，我才开始哭啊，讲真实呐，妈妈应该来咯，都无来，真实呐，妈妈唔滴咱咯，啊，就一直哭，一直哭，干哪只啊？细汉囡仔对妈妈的心是安尼，完全的依赖 ，totally dependent。耶稣讲什么呢？你看这个细汉囡仔，恁应该将伊放做第十三名。有诶，欠菜店伊说无算在来讲，无假钱啊，九十二名哦，这个无算哦，这个唔是算做大人，无算业哦。耶稣讲无啊，这个囡仔是遐尼伟大，所以呢，恁中间虾米人亲像伊遐小诶，恁就通得着圣杯，恁就通得着圣经。耶稣亲像讲我哦，是伫这个囡仔身顶呢，所以哦。您接受这个囡仔，就是接受我，因为我接受伊啊，亲像是迄个意思呢，是无？求主帮助咱。耶稣讲，你看这个细汉囡仔，这个完全依赖别人的囡仔，就亲像咱细汉完全依赖爸母的，那无爸母就袂活咯，那无爸母就无通食咯，那无爸母啊，啊就逐项袂做做咯。咱就亲像细汉囡仔。依赖主，我靠主，这是真重要的。你在咱最近哦，这个啊，伫篮球界内面哦，咱真侪人爱拍篮球。你在以前伫篮球界内面啊，种个职业的球队 （professional basketball team） 啊，伊是讲我人摕到一个球星啊，一个 basketball star 啊，啊，咱这队就真厉害咯，因为伊真牛个。啊！大家看伊讲，啊，伊冲入去哦，咱就入啊也侪分。啊，伊来休息，咱就入较少分，所以是完全靠自己的球星啊。你在后来球星真多哦，落尾大家咧比赛变怎啊？
不是只能讲你这场拍也好啊，你着做冠军啊、强变啊，才有够啊！哇，变着靠要强变啊！啊，要怎啊强变？伊着拍搁较好个，伊唔通去伤着个。后来个变化变什么啊？哇，原来伊家己是咧无法啦，因为哦，球赛内面哦，对方五个人啊，伊搁较热搞哦，啊，那两三个咧故意到落尾伊先哦，也是无法得咯啊。所以伊一个袂做，咱着阁叫两个球星来，阁叫两个 superstar 来，啊三个合起来就真强咯个，哦，啊三个起来哦，伊要怎啊过咱啊？啊落尾阁发现讲，咱三个起来也无够个啊，因为干哪只啊？因为伊嘛是有球星，啊因阁五个啊，啊所以咱着怎啊？咱着超过五个啦，三个真高个，啊阁两个也是高个来砸。啊，着阁另外几个啊，因为这五个若先哦，别人要落场个，因着去坐咧休息个，花也着真牛啊，所以着阁较做个，是无？你看这个整个个家庭，本来是讲哦，只要这个球星拍啊也好，就也厉害，就会做。落尾讲伊家己一个无法着阁加两个，落尾讲加两个无法着阁加五个，落尾讲加五个无法着阁加六个、七个、八个，这个、就亲像人依赖个态度了。依赖开始是啥物啊？我家己就有法咯。即款个代志人我偌熟呢，我书房已经几落年咯，我开目睭嘛会晓创。即就是讲啥物啊？球星 superstar 免别个，我若做好势，代志就好势。即个是无依赖半人，依赖家己 ，depending on no one else, just me。到第二讲安尼都袂好势啊！有一寡代志，唔是一个人做，是着几落个啊！啊，我需要几个好个同工，所以有几个好个同工，啊，就有法通相合做。就像这个求生讲，我家己无法，着阁加几个牛个来砸咱啊！这是第二，我家己无法，我需要人帮衬。第三层，你知是啥物无？我需要上帝帮衬，唔是讲家己献牛就会做。唔是讲加两三个安尼出力够牛的就会做，做起来原来无啊！我需要上帝，这个是今仔日要甲你三个分享的信息。你着亲像细汉囡仔讲，那无妈妈就袂做，那无妈妈我只能晓坐咧哭，哭是咧惊，哭是讲我无能 ，powerless, afraid， 无妈妈就袂做这款呢。啊，这是讲什么呢？无主就袂做。我亲像这个细汉人啊，耶稣讲啊，伊虽然是第十三名，我甲你讲，伊是头名。恁迄个第十二个是头名，佮伊佫较大头名。伊一日来，恁迄个十二个煞变第二名啦。本来应该是头名，耶稣讲，亲像这个细汉人啊，安尼款，甚物款啊？你接受伊，就是接受我，伊是我欢喜个啊。伊是我的圣父所欢喜的，求主帮助咱完全的倚靠主，不是倚靠家己，完全的倚靠主。对家己讲，若无主就无法，若无主就无法，要倚靠主，要倚靠主。今仔日你也是要倚靠主，你就亲像一个细汉囡仔讲，无妈妈就无法。你做一个熟龄的细囝讲。若无主，我就无法。当你安尼的时阵啊，你就有法了。保罗讲什么呢？我靠着迄个赐予我力量的，凡事拢会啊，不有也有法力，缺乏也有法力，无论怎啊拢有法力。因为干哪子？有我靠，唔是我靠家己，唔是我靠周围的人，唔是我靠高人，是我靠上帝，我靠主。你就亲像细汉囡啊。依赖主，求主帮助咱。第二段呢是四十九到五十节，真地唔是咱人啊，唔是咱的人啊，是讲什么呢？约翰讲主啊，我看见有一个人奉你的名咧赶鬼呢，我就该禁止啊，因为伊无甲阮三甲做一下，滚地里。耶稣讲你茫禁止伊啊，因为无反对恁呢，就是赞成恁呢。耶稣说你们禁止他，因为无反恁的，就是咱的人啦，这个是咱的人啦。约翰说什么啊？不是啊，这个不是咱的人啊。
我看见伊伫咧赶紧，我该禁止啊！你袂做安尼创啦！你敢唔知耶稣前啊十二个学生都无看见你的名，就是阮这十二个啊，阮这是正派的啊！你这个哦是假的啊，是模仿的啊，是异端的啊！你唔是咱的人，你是别人的人，因为个哪只啊？无甲阮三甲做一下咧滚地主，你看人耶稣讲，咱来去遐哦，阮十二个拢地去个。耶稣讲，咱国挖来哦，阮十二个国挖来个。啊，你有无？无啊，你行你家己的路啊，你无参伫阮这队啊，你无参伫阮这党啊，你唔是咱的人啊。耶稣讲啥？讲是啊，伊是咱的人啊。虽然只有十二个啊，外面也有别个啊。伊也是咱的人啊，干那只伊是咱的人啊！啊，你都家己讲出来讲，你看红色的字，你家己讲出来啊，约翰啊，你敢是讲恁看见有一个人奉我的名吗？伊有奉伊的名不？伊有奉什么偶像的名不？伊有奉什么伟大人物的名不？伊有奉什么神灵的名不？无啊！你出去赶鬼，你敢是奉我的名吧？伊嘛是奉我的名，伊是咱的人啊！你敢袂记我他妈讲的？我他妈甲你讲，迄个囡仔的代志是怎我讲啊？我敢是甲你讲哦，凡啊，因为我的名，领受这个囡仔接代志的囡仔，会记得袂？唔是咧讲迄个囡仔，是咧讲我的名。你若奉我的名接代迄个囡仔。你若奉我的名去赶鬼，是咧讲我的名，唔是咧讲鬼，唔是咧讲咱的人、伊的人、别人的人，唔是咧讲是这个囡仔、倒一个囡仔、大人，是奉这个名。那无这个名，就无三上了。咱伫只学习一个真重要属灵的功课，讲什么呢？咱就尊主圣名为大。因为这个名是咱所听的名，就是因为这个名，咱今仔日才是咱今仔日的人。就是因为咱有这个名，咱才有将来咱要去迄个新天新地、新世界，主耶和华为伊的百姓陪伴美好的所在。就是因为有这个名，咱就尊重这个名。咱每一摆祈祷的时候，用主祷文祈祷，其中一句是咩呢？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哦，啊那伫新约本是讲啊，愿你的名被尊重，差不多安尼啦，无讲人啊。哦，因为原文内面无讲啊，是讲愿你的名被尊重。当然讲到人，迄个也是无唔对啦。总是伫原文内面无讲到人。哦，主的名得到高举，和主的名得到荣耀。这个是主导文，咱安尼记得，因为咱是主的门徒，总是你知哦。有时阵别人唔爱啊，伊唔爱你讲主的名，伊听到主的名就袂爽啊，所以伊爱将主的名切起来啊。什么意思呢？譬如讲，咱伫咧讲，即个基督耶稣出世之前，基督耶稣出世之后。咱是讲主前586年，主后第70年，对不 ？We talk about 586 BC before Christ, and then we say Anno Domini 70 in the year of our Lord 70. 咱是用主的名 ，Christ Lord。总是一寡人唔爱，伊要改改啊，改做公元前。公元第几年？这个、公元现在西方人接待叫做什么 ？Common Era。所以又无要讲586 BC， 也别讲586 Before the Common Era BCE。啊，七十年呢，伊叫做啊 70 CE， Year 70 in the Common Era 公元。将耶稣的名切起来，是的，因为因唔爱这个名，所以咱基督徒，咱尽量无要用公元前、公元第几年，咱讲主前第几年、主后第几年，让咱一个印象是讲，伊是历史的主，
伊是重点，主前主后，这个是历史，历史见证基督耶稣。今仔日咱讲2021 Anno Domini， 主后2021年。另外，咱伫咧写上帝的名的时阵，有时阵呢，咱会用 pronoun， 代词，代数，所以呢，咱来英文写 he、him、his， 咱定定爱大声，伊个 h 该写大，为着干呐？因为这是咧讲到上帝，伊甲咱无相，所以伫咱的文字顶面，咱写无相，咱写主的伊呀，唔是迄个徛人诶，是迄个姓，即个神的迄个伊，即个是伫咱的文字顶面尊重讲主甲大家人无相，所以当咱写伊的代数的时阵呢，咱也要尊重伊。啊，求主帮助咱，再是一寡见证，见证，互人知影讲，这个是上帝啊，这是讲到人啊，伊和因啊，即个伊哦，咱写上帝的伊，啊因哦，迄个他们。伊因哦，咱用人的伊啊，就予人一个印象，留落一个真宝贵的见证。求主帮助咱，尊主的名为大，要尊主的名为大。咱就知影讲，因为咱是带着主的名，咱叫做基督徒，主的名带伫咱的心中，所以咱有甚物款的表现，会影响主的名。咱对善恶的反应。会影响咱的上帝的名，若是咱看见好啊，当作好；看见歹啊，当作无代志。只要予人留落一个印象，讲好啊好，歹啊好，各项拢好，这真重要。要尊主圣名为大，管理甲我伫咱的文字顶面，伫咱的讲到年代、主前、主后顶面。在我们的反应是非善恶的时候，都有可能尊主圣名为大。再下去最后一段，要讲些无？讲到什么呢？耶稣被接上圣的日子紧要到了，他就决意向耶路撒冷去，并且找见使者走在头前，因去了，进了撒玛利亚的一个乡村要甲伊陪伴，迄搭个人唔接待伊啊，因为伊面向耶路撒冷走。你看迄个伊哦，是上帝的伊哦。好落去，伊个门徒雅各、约翰看见咯，就讲：主啊，你要阮吩咐天降火落来，甲因消灭无？耶稣就挖过来接庇因，然后因就往别个乡村去了。遮讲到啥物呢？耶稣已经决心要去耶路撒冷了，所以呢，伊叫一寡人，就是伊的门徒，应该是门徒，恁去头前去陪伴咱的路，因为咱要对这点啊，去啊到耶路撒冷啊，要行路就几落日呐，所以咱就去另外一个所在休息，你去迄个撒玛利亚人的所在，讲咱要去底下休息，甲咱陪伴，迄个乡村煞唔接待因呐，阿国约翰也受气啊，讲主啊，哪会做安尼啊？这是阮的先生，阁是基督呢？哈，唔接待，你知咱怎啊无？咱叫天顶降火，甲因烧啊杀啊，让因大家死啊！耶稣活起来，甲讲不会做的，不会做的。那干阿子哦，你知撒玛利亚人会拒绝耶稣啊？到底是怎啊讲啊？迄搭的人唔接待伊，圣经甲咱讲。因为伊面向着耶路撒冷走，伊要去耶路撒冷，要去耶路撒冷，人袂做，这是人来来去去啊，大家啥物做去？你知哦，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的关系，唔是也好啊，只个咱大家知影。犹太人看唔起撒玛利亚人，讲恁哦是混血啦。你是一般阿伯日罕的后裔，一般外邦人的后裔，所以你不是正天的，你不是正白的，你是假的，所以你不是选民，你不是 chosen people， 你不是 elected people。 所以呢，我们是撒玛利亚真不甘愿，你敬拜阿伯日罕的上帝，我们也敬拜阿伯日罕的上帝，你有限制人，我们也限制，
只那是讲恁伫耶路撒冷咧献祭啦，阮是伫基利心山伫咧献祭啊。哦，你会记得耶稣甲迄个撒玛利亚人啊，迄个妇人咧讲话，伊讲恁讲着去耶路撒冷啦，阮的祖宗讲是这个山，基利心山。耶稣要去倒落啊？唔是要去基利心山，耶稣是要去耶路撒冷迄个锡安山，你去唔着山，应该你对阮遮就会做咯。啊，你要去耶路撒冷就证明讲你是犹太人，讲就是怀唔爱阮的犹太人啦。所以讲要怎啊接待你啊？你都唔值阮，对阮遐尼无好，佮讲阮唔是选民。人你敢唔知阮基利心山？你知撒玛利亚人相信讲，即个基利心山是干哪只？比耶路撒冷佫较伟大呀！因为干哪只？因为阿伯约翰要献以撒啦，就是伫即个山，因安尼相信啦。哦，讲遐有一块石头，就是对遐要献的呀。不但安尼啊，你知即个约沙宾诺恩来到伫巴勒斯坦的时阵，伊就是伫基利心山。建立头一个圣殿啊，即个像啊，约书亚宾诺恩，咱中文是叫做哦，约书亚 ，Joshua the son of Nun， 好、哦、啊，因是安尼读过，伊讲人约书亚建立即个圣殿的时阵，大圣起圣殿是伫基利心山，恁亚罗山顶是罗贝扎起的，阮是 original the first temple built in the Holy Land。所以阮这个山敬拜比恁国家好，不但安尼，国家哪子呢？哦，人你会记得摩西讲过，讲恁呐入去这个圣地啊，恁就一寡人徛伫迄个伊巴 Mount 伊巴伊伯罗，啊，这个一寡伫倒落啊，伫基利心山，啊那是伫 Mount 伊巴往北的迄、那个是讲咒诅的话，啊那是伫这个基利心山是讲祝福的话。你看，阮这是祝福的所在啊，所以阮的山比恁的较伟大。所以耶稣，阮无欢迎，因为伊唔是阮的人。哇！独家约翰就讲，迄、那个唔是咱的人，现在是撒玛利亚人讲，唔接待你啊，你唔是阮的人。耶稣讲什么呢？耶稣讲，唔通甲伊讲起，因为个哪子？因为你就知影，我是要向耶路撒冷去。这讲到什么呢？耶稣知影，伊被接升天的日子已经得要到了。耶稣讲，我来是要去耶路撒冷，唔是要去做大皇帝，是要去受难。我去哦，是有使命啊，有目的的啊，你知影无？我去是干哪子？是的，有使命。咱每一个人就清楚咱家己的使命。你伫今生内面，上帝爱你做什么？唔是拢总做你家己的代志啊，做天国的代志。你就问主啊，你爱我伫今生内面为你做什么？耶稣讲啥？你就去和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有清楚无？清楚啊！有简单无？简单啊！你就去传福音，叫人信耶稣啦。你知哦，今仔日哦，咱面对这个新冠病毒啊，哦，这个新冠病毒带来三款哦的考验啊，的检验。你知头一个是啥物无？头一个是看你身躯偌健康啦，检验你的身躯健康。有的人啊，淡薄拄到就规个袂好势，煞着入医馆。有的人拄到哇，伊够强哦，有可能带出来呢。啊，拄啊够好啊！啊，煞真实好势。啊，有个人欠债，搁较软弱，不但去医馆呢，啊，无偌久啊，全离开世间。所以，这是检验咱身躯的健康啊。你平时有照食照困无？哦，啊，有够热营养无？啊，这是一款的检验。第二款是啥物呢？是检验你生活的纪律呢。现在免讲九点到办公的所在去。你伫厝内家己是毋是会九点就开始坐落来做工呢？伫办公的所在，哇，咱九点真出力做工啊！啊，你厝内无人咧看，是毋是会较无遐尼出力啦？啊，较憨憨，啊，半坐半佚佗，啊，半坐半啉茶，怎啊？这是看你生活的纪律呐。啊，你是毋是会吞吞呐？
还是就胃力不爽，就纠缠，无通去食，无通去堕落，会袂？只是看咱生活纪律有可能安尼无？生活较简单，会做袂？娱乐较减少，会做袂？个第三是甚物呢？是咧检验哦，咱灵命的真实。你无常常边啊有基督徒坐落来，甲你三甲吟诗敬拜，你有可能家己一个吟诗敬拜无？咱有时阵是伫电脑顶面，吼，伫即个电山顶聚会，山顶聚会，咱会用将咱的影禁起来啊，微弱禁起来，啊，到底有专心无？有怎啊无？有怎啊无？拢唔知，大家拢看无，咱会招来话。咱咧参加崇拜会的时阵，咁是也是安尼，是啊，咱啊伫礼拜堂哇，咱坐着要注意啊，哦，啊那伫厝内有时阵，咁在啊，咁在较无注意啊，有时阵来去创办代志，这个走来啊，是唔是？这也是咧考验咱的纪律。你在耶稣基督伊只清楚伊的使命，伊的使命是对顶头来的使命，唔是伊家己的使命。你在怎啊清楚不？你看过去发生的三项代志是什么呢？头一个，耶稣问讲：人讲我是谁？耶稣问讲：恁讲我是谁？彼得讲：你是基督。咱这讲了咯。个第二个是什么呢？耶稣跟哪只？带三个门徒上山顶面，到底啊基督变相，迄个荣耀的基督显现。哇，大家看见。第三是什么呢？就是顶礼拜所讲的，有人会惊乎鬼附咧。啊，门徒去赶赶未出去，啊，就来找耶稣咯。啊，讲耶稣啊，你甲三个门徒上山去，讲啊，阮昨日就叫你在其他九个门徒咧赶鬼哦，计赶未出啊。啊，现在你都来咯，啊，请你来斗三阵。啊，耶稣就将迄个鬼赶出去，讲是不？这三项，你看这三项代志，当彼得讲你是基督的时阵，耶稣讲啥？又讲好，请大家跪落来，我是皇帝，我是国王，无啊。耶稣随时讲什么呢？你知影我系真身份咯，总是有一个总是。当基督变相的时阵，因就看见基督的真形象啊。原来唔是迄个真可怜、真双向的查西的囝，原来会发光啊！伊的面、伊的头、伊的脚、伊的手、伊的衫裤，拢是发光的啊！遐尼荣耀。当然看见咱无可能赶鬼先生，咱的耶稣先生有可能赶鬼，你就看见什么是真正的关联啊！这个能力出去，迄个鬼无法在世就走啊！总是三项讲的，讲真身份、真形象、真关联，还有什么啊？总是耶稣讲，我要受难，我要死，第三日对死来个话。在登山变相的时阵是怎样呢？摩西甲以利亚来，甲耶稣咧讲什么代志啊？讲伊离开世间的代志，伊要死的代志啦。遐尼荣耀在咧讲死啦。第三，当迄个鬼赶出去，大家讲哇厉害啊厉害啊！耶稣甲伊的门徒讲啥？伊讲你在人主要被交伫人的手内，讲到我要落伫敌人的手内。在隆中是讲到什么呢？在隆中是讲到伊的使命。求主帮助咱，基督无忘记你伊的使命，就是人反抗、人唔接受，伊原在坚持，要清楚你家己的使命。求主帮助咱，请咱唱咱的回应诗。Oh
个感恩的祈祷。今天的主，感谢你，你是一位慈爱的主，感谢主，你对阮的包容和接纳，最重要是当互阮通活靠的主。咱用主祷文来结束咱的祈祷。阮伫天顶的父，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伫地顶，亲像行伫天顶。阮的日用饮食，今仔日赐予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赦免得罪阮的人，无叫阮拄着试探，救阮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三密相。但愿救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你三甲地带，但愿圣父上帝保护看顾你，但愿圣灵保护师伫你甲我的心内面工作，互阮全然倚靠主，清楚阮的使命。安尼的祝福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天顶，今世苦难拢脱离。